3D 设定深度，首先呢我们点选检视工具列 3D 设定，把它开起来。那开起来以后呢，要点到它哦，要点到这个它才会出现哦。来，首先我们来设定什么深度，深度设为10公分，那后面的景深呢就拉长了，这样看起来立体效果就更清楚了，对不对？那也许可以再搭配这个向下倾斜，好，让我们感受到更气势呢就更不一样。